饮水状态缺水，受伤程度严重，请立即处理伤口。定位显示，目前位于瓜尔纳湖畔的一座小岛。装备不能用了，幸好里面还有些东西没被泡坏。建议在附近找些食物，以防野外的危险。侦测到不明声音，已定位声音来源，正在读取晶片。这只小狗名叫阿柴，是一只落单的战宠。防网路，一连接，光子塔已启动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从存取的资料看来，这里是一座闲置的庄园。蓝石污染物覆盖了控制台和庄园，你必须摧毁蓝石巨珠以清理污染区。首先，打破那些囊泡。切断蓝石巨珠的能量供给。蓝石巨珠的能量供给已被切断，你可以摧毁巨珠了。
求生指南会说明如何提升能力，建设家园，应对危机。目前，你的生存状态良好，可以在岛上探索了。前方似乎有座信号站，阿柴似乎对你格外有好感，你可以和他建立契约，让他成为你的战宠。已确认双方意愿，战宠契约建立成功。接收到活跃讯号，那里应该是一座讯号站。附近有大量异化生物，注意留心周围。检测到信号站终端位于二楼，需要激活它以解除房间屏障。
好，我是黑蓝，你可以把我理解成一个辅助你的 AI。 你的声音听起来好熟悉哦。我一直在你的微型终端里，不过你之前并未解锁我的人格资料，所以功能非常有限。但现在你启动了这个远距通讯仪，从中取得了我另外的资料，所以我有了更多功能，数据分析与通讯交流的能力更强，以及旁边屏障已经解除，你可以在站内搜集可用资源。抑制出刚才获得的摩托车，骑车返回庄园吧。前往度假避难所，微型终端启动过的传送台都会纳入你的传送台。启动的传送台越多，你的旅程就越远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出发，祝你好运。